各位好，我们来看这个小角度的单摆，它的振动啊，其实它是摆动，但是在很小的角度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像是左右来回的振动。那各位可能有听说过单摆的等时性，单摆它会来回的摆荡，那它的周期在忽略阻力的情况下，周期会是固定的。然后这个周期呢，它会跟摆长有关，那跟它的摆锤质量无关。那今天我们就要真正介绍它的公式长什么样子，这个周期公式长什么样子。那首先呢，我们就对这个摆锤做受力分析啊，因为毕竟它是来回的摆荡啊，它一定有受到这个力才可以让它摆回来，它再摆过去。那它受哪些力呢？首先是重力 W 向下，还有绳子拉住它，绳子的张力 T 沿着绳子。那这里我们就开始分析哦。我们选的坐标是沿着绳子叫做 Y prime，而垂直绳子叫做 X prime。那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摆锤在摆荡的一瞬间，它总是方向，它的摆动方向总是跟 Y prime 垂直的，总是跟 Y prime 轴垂直，总是只有沿着 X prime 的方向。那也就是说呢，在 Y prime 方向上合力为零，Y prime 方向上合力为零。那所以实际上，真正造成加速度的只有 x prime 的方向上的分量。我再说一次，因为它实际上真正在运动的方向只有沿着 x prime 方向，只有这个方向上才有加速，而它并没有沿着绳子的方向运动。所以沿着绳子的方向就是 y prime 方向是合力为零。好，那所以沿着 x prime 方向的力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W 的sin theta，这里的 theta 是摆线那个摆长跟铅垂线的夹角，摆长跟铅垂线的夹角。然后根据这个几何关系呢，摆长跟铅垂线的夹角是 theta 的话，那这个角也是 theta。我们再画清楚一点，这里也是 theta 哦。然后呢，这个地方是 theta 的话，那它的内错角。这边也是西塔啊，所以这个红色的这个分量就是 W 的 sin 西塔，所以我们就可以写这样啊，看 x prime 方向的话，W 乘上 sin 西塔就是它的合力，那这合力的大小就造成了沿着 x prime 方向上的加速度 ma x prime。那今天我们是要强调一件事，如果它是要近似微简谐运动的话，它的角度必须要是很小的，所以我们让角度变极小。那再回到这张图啊，我们刚刚说这个圈起来的地方是 theta，那根据几何关系，隔壁这里也是 theta 哦，就是 x prime 跟真正的水平方向 x 的夹角也是 theta。那在 theta 很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象 x prime 跟 x 呢就会几乎重合嘛，因为 theta 很小，那这样就会变成这个合力 W 重力的 sin theta 就会等于 max 啊，这里的 x 就跟 x prime 重合。那这时候我们并没有写大小，因为我们加上了负号。我们如果以向右为正 x 方向，那我们会发现，当角度很小的时候，这个红色的分量，也就是 w sin theta，它就会向左，它就会向左。所以当 x 大于零的时候，这个重力沿着 x 的方向的分量是向左的，所以它会有这个负号啊，代表这个加速度和合力的方向是，应该说加速度的方向跟它的位置是相反的，加速度的方向跟它的位置是相反的。那所以，对，就是加速度合力是向左的时候啊，它的位置是在 x 大于零这样子。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去。那再来就是 sin 西塔呢，其实又可以替换掉。根据几何关系，这个摆长是 L，那这个位置，现在它这个摆锤的位置是 x，那 L 分之 x 刚好就是 sin 西塔啊，所以 sin 西塔就是 L 分之 x，把它替换回去啊，所以最后就会发现呢，稍微再写一下，把这个重力写成 ng 这样子，然后这个 n 就会消掉了。然后呢，sin 西塔再用这个 l 分之 x 替换，
所以就会变成 G 乘上 sin theta L 分之 X， 然后会等于这里的 M 消掉的，会等于负的 X， 所以最后整理为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就会等于负的 L 分之 G 乘上位置，这个就是加速度跟位置乘反方向，这个位置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从零开始向右或向左的位移，从平衡点算的位移，所以加速度跟位移反方向。然后这个 L 分之 G 是一个常数，所以这里我们就证明了小角度的单摆它的加速度跟位移的关系就跟简谐运动一样，因为简谐运动就是加速度跟位移成正比，倾斜反向嘛，这可以参考之前的影片。所以这样我们就跟等速圆周运动的投影做 来做比较，因为在之前的影片我们有证明等速圆周运动的投影就是一种简谐运动，就可以用等速圆周运动的投影来分析简谐运动。所以在之前的影片我们提到等速圆周运动的投影它是这样的，水平方向的加速度会等于负的角频率的平方再乘上位置，水平位置。所以综合这两个公式，上面的这个是来自小角度单摆，而下面这个来自等速圆周运动投影，那这个 Omega 平方就对应到这个 L 分之 G，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 Omega 角频率的平方等于摆长分之重力加速度，而 Omega 平方又可以写成周期分之二派，这个在等速圆周运动的影片有提到。所以最后呢，两边开根号，然后再把周期乘到左边，那这个根号的 L 分之 G 移到右边，最后就得到了这个关系，小角度单摆的周期会等于二派根号 G 分之 L。 所以没有错，当这个 G 是固定的，当 G 是相同的时候，这个周期就会正比于根号的摆长，那跟质量摆锤质量是无关的，所以这就可以证明说以前学的的确是对的，单摆的周期跟摆长有关，但是跟摆锤的质量无关。好，谢谢同学。